Hello， 今天我陪我妈妈出来买菜，因为今天是感恩节，所以晚上我们要吃火锅。对的对的，多买点肉，嘿嘿。今天晚上还要吃炒年糕，这是我帮我爸备的菜哦。今天和朋友一起来吃沙拉。What would you like today? Can I have the greenhouse salad? Yeah, sure. Here, I'll have my pen. Let me get my paper. Okay, perfect. Thank you. 嘿嘿，我点的这个挺好吃的，里面有青苹果、鸡肉、腰果，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这种口音都很好吃，这是 strawberry。Do you have any candle at home? 我怕把家烧了。Fresh coffee， coffee 味有点太重了。对， coffee 味道好像太重，我喜欢这个。这个 strawberry， I like it。所以很清晰。我们开车回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就停下来了。他不理我。嘎嘎嘎嘎嘎嘎嘎。和你们说个秘密。这是我之前上班的地方，我点的这杯果茶是早上新鲜榨出来的，很健康哦。今天和朋友一起来一家唐人街新开的火锅店，我们点了好多好吃的。I love shrimp. 因为是自助餐，所以这里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的哦。因为我们超过了三个人，他们还给我们免费送了一盘龙虾，太棒了。这个感恩节我真的吃了好多，下次见，拜拜。